了换不是啊 lost 啊 lost 换是等会儿啊啊等也不是、啊、换是之前啊是 lost 嗯 hold me tight 对嗯结语者、无罪无我不对结语者后面是、最终回合无罪无我无罪无我、噩梦轮回 somewhere 噩梦轮回大家看得开心吗开心好、那我们 MC 话题是什么呢我们 MC 话题呢、就是说你想戒也戒不掉的一种食品是什么食品食物就是只要能进嘴就是都可以哦哦，戒烟一首歌送给你。戒了烟我不习惯。戒少抽点。我说，我只是 Q 一下这个歌名，歌名。对对，戒烟戒烟、歌名。以前的一首翻唱歌曲，大 C 也唱过。对对对对。啊，我们说的是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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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不掉的食物，戒不掉的食物。那我就先抛砖引玉一下了啊、好。你看这个成语说的多好。多好，多好。不是呀，我从小到大最喜欢吃的就是从来没有腻过的、就是关于土豆的食品，就是不管是炸还是煮还是蒸还是生呢，生的就没挑战过土豆刺身，说不定好吃，但是只有一条命可以吃。我喜欢吃土豆泥，啊，就是那个开封菜的土豆泥，属于蒸的那种，然后把它拍成泥，然后弄上淋上酱汁，对、嗯好吃。但是我很后悔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吃土豆，所以我长得就像土豆，就长不高，是吧？你也喜欢吃土豆吧？我本来想说我也喜欢吃土豆，后来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我说可能吃的没你俩多，还是没有努力吃。我就很后悔，不喜欢吃那什么面条啊、甘蔗啊这种长条的东西。淀粉类的东西吗？对，很后悔不吃长条型的东西。长条类的。那我从小到大，就是戒不掉的东西，就是没有一种特定的食物，就是我妈烧的一个那个菜，就是菜饭，就里面有咸肉，哦，我知道，那个、然后咸对很香，咸肉青菜咸肉，然后还有什么来着？米饭米对，除了还有碗除了米饭，哎，青菜咸肉还有什么呀？水，反正就里面有很香肠，香肠啊啊对，香肠，腊肠，就是我也腌制的那些很香的，我其实也没有仔细看过里面有什么，但就是觉得很好吃，就是。菜饭配上我妈烧的罗宋汤，哎呦一绝啊，绝啊！哦哟，绝了不得了。但是现在老龄啊，老龄啊。但是现在就是吃不大道嘛，就是我妈也懒得烧，就想把这个菜学一下，以后自己如果就是几十年后，几十年后，不是就想学一下烧，如果就是要学烧菜，学什么做饭啊，就是想学一下这个，然后可以自给自足。嗯，你呢？哦，就是除了喝的，我觉得吃的有戒不掉的东西，因为都知道我有戒不掉一种喝的东西嘛，就是我、我懂，就是哎真的那个很快乐，快乐水，我怎么听到了三个字呢？我戒不掉的东西是什么？我戒不掉的是，戒不掉哦，就是我爷爷奶奶都做的特别好吃的，叫这边叫酒酿圆子嘛，然后那边、我们那边叫醪糟粉子。啊、对，很好吃。对，我发现了酒酿圆子和醪糟粉子的区别，就是酒酿圆子呢是上海这边叫什么沿海地区叫酒酿圆子是吗？反正我们这叫酒酿圆子，就它比较偏甜一点，米酒，然后那个酒酿的酒精味也没那么重一点，然后圆子是那种小汤圆，就是没有芯儿的，里边是对对就糯米，对，我们也没有芯儿，我们那个醪糟粉子呢是那个酒精比较偏重一点的。然后那个粉子它是那种方块零块状的，没有，你们不是用酒酿做的吗？你们是倒酒进去吗？不是，一瓶二锅头倒进去，倒威士忌，没那么野。然后还会放一个那个溏心荷包蛋在上面啊，对对对，很鲜，就很好吃。怎么这样的？我就想到那个味道，我就觉得我口水快流下来了。我小时候可爱吃这个了，我可以吃上面还放了荷包蛋呢，对，而且是溏心荷包蛋。我的妈呀，这哪里的吃法呀？就。四川的吃法是四川的吃法吗？没吃过，好想吃。不是溏心蛋吗？溏心荷包蛋，就是荷包蛋流心，流心、对，不是四普蛋，四普蛋是吹出来的，荷包蛋是煎的。四普蛋是什么东西？你说你是四普蛋，就是水煮蛋。水啊，不是，不是吗？你太糊涂。水波蛋，但是我家吃的四普蛋是甜的，是甜。不是水波蛋在，
哎，算了，不说了，已经不说关于蛋了，不说蛋了，不说蛋了，不聊这个蛋的话题了。我刚刚一直没听，我刚刚都没听懂什么斯普蛋，水波蛋对吗？斯普蛋，嗯。哦哟，哦哟，让思思呢？唠叨很，唠叨原子。我是今天可能是上场先吃多了，就有一点就是站在台上就有一点魂的油掉了，这种就还是不能吃太多。就我刚刚一下子要起来，我没起得来。我听到了一声，身体突然很重。对，我就听到我们后台都听的是，然后我们再说是谁在说，是刘增艳吗？不是，这不是要一个就是仰卧起坐得起来嘛？然后卡了两个麦的事儿。我就怕每次出这种事，我都是憋着一口气。是吗？对，我真想不到，平常我在台底下还是能做二三十个的。就哎，说什么来着？是的，要吃了。就我不用借，因为我买吃的的钱我还是有的。对，就你们需要戒掉这个东西吗？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是说戒不掉，不是说戒掉，很让人上瘾的。对，让人上瘾。上瘾是一形容词，不是说我们现在穷到没钱买这个东西了，要戒掉它还不至于，也不至于。就是帮大家先铺垫一下，让大家多送点礼物给你们，送水波蛋给我，对，送那些汤圆小圆子，土豆，送点土豆，土豆好啊，各种煮法的土豆的种子，对，没有什么，我就是都可以，都可以，都喜欢，都可戒也都，除了羊肉之外都行，哦，羊肉还是。嗯，感觉好像就见仁见智，对，有些人就不吃，有些人觉得羊肉是羊肉汤腥，但是有些人就觉得那个味道是很香很香，有些人觉得很骚，有些人觉得很香，很骚，这是山乱用，不是啊，我们养骚气啊，不就是羊山味吗？羊骚气，那是我哎，反正就我妈这么说的，就是那个好羊膻，我改过来膻味，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吃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运动一下吧，请欣赏下面的歌曲 Restart。